会做，那两天会做，比较软。行，要刮刀把它刮干净了。来，我来帮帮忙。来，等我一下，我帮帮忙哦。好，你帮忙。来，看，倒下来。把它倒来。还多啊，30万元啊。那去年来讲，各位刚刚也讲过，最感兴趣的就是 DIY 手做的一些美食啊。那我们自己本身，我们有乐火义工队，有一些啊，助理很喜欢唱歌啊，所以今年也感谢啊，赞助了我们。啊，两场歌唱比赛，其实我们歌唱比赛就是在发掘人才，充实我们自己的义工队。啊，那今天真的很感谢啊，董事长所率领的团队莅临啊，来捐助这个赞助款，同时也配合我们今天的第一堂课程，由我们徐阿珍徐老师啊，今天手作什么一口酥吗？啊，一口卤肉啊，叫啊，那等一下我们仪式完了之后，我们先每一个人先做啊那个手作作品，再利用那个烘焙的时间啊。我们也听说董事长啊也非常喜欢唱歌，我们就利用那空档时间，我们大家高歌一曲啊，等到。烘焙好了之后，我们再拿出来，大家来共享我们今天的成果。下面呢，我还是要请董事长跟我们勉励几句话，谢谢。可以啊。